是通往又珠，一名生活在洛杉矶的房地产经纪人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Lamsey 在 San Juan Capistrano 开发的一个全新的楼盘。那么这个楼盘呢，总计一共有43栋，样板间在昨天才刚刚完成，今天可以预约来看房。那么这个呢，一共会分为6期到7期，每一期呢大概会有5到6栋不等。那么它的售价呢是从103万起，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的属性，就是它离我们城县最好的私立学校 San Margarita 是在同一条街上，步行大概只有10分钟之内。那么它也是紧邻了5号高速，上穿过5号高速呢，我们就可以到达 Diana Point 我们的休闲娱乐的海滩。那么两个户型呢，1号户型的室内面积是1759尺，2号户型的室内面积是1964尺。我现在所在呢是它的2号户型。再说一下整个小区的一个持有成本，它的地税呢是在 1.3， 它的物业费呢在建成之后只有140。那么这里呢有着非常高的投资回报率，所以大家如果还在寻找投资房的话，一定要看看这里，因为它的总价才100多万起哦。上一期最好的一个地块的售价没有超过110万。那么下面就跟随我镜头看看我们这两栋的室内户型吧。